真的没有啊！那我们现在哈、哦、身后这一部哈、哦，绝对不是玩具哈、哦，也不是小孩子在开的哈、哦。听说这一部是确确实实的车子，而且是一部吉普车哈、哦，啊非常帅哦，而且它这个颜色。我们的军用吉普车那个感觉哦，啊，现场这个经理哦，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，这个到底是真的车还是假的？来，这台是真的车，它是100cc， 它是单缸引擎。然后这种车的话，在欧美是非常流行，因为在美国地区，他们自家里它的土地范围比较大，然后这种车是很方便，后面还可以载东西，哦、然后对，它可以切换两轮传动跟四轮传动。哇，这个还有没错没错，它有四轮传动。哦，你看这边有四乘四。哦，嘿，然后这我看到。对，在美国地区的话，有时候他们自己的农庄里面草比较长的时候，后面还可以增加一台割草，就拖着走这样。对对对，可以开始走，然后可以应付很多。不一样的路面，爬坡的话还比当然当然当然，爬坡的角度还比一般的吉普车还要陡，都可以。然后在走的时候还可以加装脚盘，可以加装脚盘是没有错，对对。这么厉害的车子，对，没错，对。这个台湾现在可以开吗？台湾目前的法规没有规范到这种车，所以你会看到这种车都是在一垦丁的沙滩，然后在一些林道。然后像一些救难大队还会使用到这种车。那为什么救难大队可以开我们一般的百姓？因为这种车台湾的法律没有办法规范到这种车，他们是一些特殊用途，所以会需要到这种车。搬运那种的。是没错，因为有一些车子吉普车没有办法拿那种，靠特殊的地形，这种车都会可以应付。它也可以上去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你这坡度可以爬几度啊？这个坡度一般的话，如果加加脚盘的话，有辅助的话，大概可以到45度以上。哇，对对对，没错。如果在山上，万一有发生事情要救难，都还 OK 的。对，所以说这种车子是非常特殊特别的车，所以在美国地区很喜欢买这种车，据说他们需要的用途。对，一般的话在。5000汽油都可以，92、95、98，台湾地区都可以，引擎可以，那也真厉害哦。只要是92、5000汽油以上都可以，太方便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，这么好的产品，一定要介绍我们国人了解，我们有这种产品，是，对。哎，它这个跟一般的车子好像比较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这个如果再增强一寸的话，就超过了，就要用汽车的法规来规范到这种车子，所以它特别的窄。对，目前没有这种法规可以跟它接触的。对，但是这种车在美国是非常风行的，家里就可以开了嘛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后面再带两个人，这样可以开得动吗？就是一般的话，如果需要紧急用途的话，它这边都是做搬运用途。对，对。万一有人受伤，我用这个用担架在上面，这样开也可以嘛？对，像我们刚才电视上面的报道里面就有，可以载一些货物，甚至农具都可以，割草机都可以。救难的话，这个也非常好用哦。对，像这个地方啊，打开之后这边就可以直接做。对，就可以直接做。这个就很细，一下就断掉。不会，这个都是我们 Kimco 钢丝的吗？对，测试过没有问题。对，做下去会不会断掉？不会，你可以试看。我也要给你。不会。真的？对，这个是非常坚固的。对。它在一般的来讲，它可以开多时速差不多。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并不是需求，不是快速的，但是它是要应付很多不平的泥土路或是沙地，都可以应付，所以这个是它的特色在。可以开到50公里吗？时速？当然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可以哦。对。那就很快了，就可以了。很快，对对对。如果送医的话，这个还勉强。对。如果10公里就难得了哈，当然那一定会超过它的法令的速度。当然它是注重它的扭力、爬坡力，然后应付各种不一样的路况，所以它轮胎的选择也不一样。对对对，特别介绍一下吗？这个轮胎是一般的巧克力轮胎，所以它是抓地力是特别的，应付一些不一样的路况，泥土的泥土也可以。对。而且它是搭配它四轮传动，抓地力是非常强的。啊，它这个开起来有没有那个吉普车的声音啊？
不了那个喔喔的声音啦。当然它的声音就是会跟一般汽车的噪音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有点吉普车那种感觉，就是当然当然当然，对，太棒了呀。可是这个如果下雨天就不能开开了，要穿雨衣吗？哦，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套件，像这个部分都可以拆解。哦，可以，都可以拆，这个也可以，对对对对，都可以拆解，这样更帅。然后上面还可以加装一个车顶，甚至一排的雾灯都可以。哦，对，这么帅，对，这个防摔的了哈。对，然后像前面引擎盖的部分，上面都还可以加装货放货的支架，都可以。对对，这个是塑胶的呢，这个对。当然，塑胶的是因为减轻重量，比较方便，维修也容易。对，那成本降低很多。做一些下雨天如果要走出去的话，就一个这一盆就吧。所以说这种车是可以应付很多不一样的地形，所以在军事用途也会运用到这种车。哦，对。那你说脚盘是放在前面还是？在前面。哦，脚盘哦，如果要加装脚盘的话，有预留脚盘的位置这个地方。哦，这个就是要放脚盘。这个就是要放脚盘的，对。哇，你们公司有卖那个脚盘吗？有，还是有，还是有这些套件，对。哦，这么帅哦！我不能带女朋友去上去。啊，那今天这样讲也可以。带女朋友如果要跑山路，要跑林道的话，这个是非常适合的。对啊，可以叫大声的。那我看到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，这个是一个散热的桶，散热引擎在这个地方，它是中心，对，它是中心，对，是中心的。在这边呢，稍微看一下，中间这个地方是引擎的部分，对。你叫没叫？引擎你叫？不要拉回家去带回来。哇，这个拆下来可以维修，比较容易，而且你如果有货物的时候要卸下来，对对对，方便。我去，太帅了呢。这个是它的特色。这个如果有自己要搬家的话，借来搬一下也可以的哈。We are clear。台湾有这个东西，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其实台湾这种东西已经，我们在台湾的市场其实卖蛮多。是的。啊，都没有人知道，都内行的才知道，你们自己知道才知道。所以说，借这个机会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产品推广给喜欢这种车的对的顾客。如果他们住在乡下有位置，就可以。当然是。好，那再介绍我们这个车子是哪家公司做的介绍？我们是 Kimco 光阳，对，就是高雄在地的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高雄之光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